综艺趣事多，熬夜追不停。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综艺夜猫。昨晚，贝克汉姆在微博晒出了女儿小七与圣诞老人的合照。在照片中，我们看到小七披着一头金色长发，穿着一身便服，看着镜头甜甜的笑着，开心的牙齿都露出来了。不仅如此，我们还看到了主人公贝克汉姆的身影，他戴着圣诞礼帽，看着镜头搞怪自拍。即便贝克汉姆今年已经44岁，早已是四个孩子的爹，但依旧帅气。不仅如此，我们还看到了小七滑雪的照片，在布满暖灯的白色雪松下，小七身穿卫衣以及牛仔裤，穿着橘红色冰鞋，熟练地站在冰场上，这样软萌的小七真是太可爱了，笑容天真烂漫，不愧是被宠大的。贝克汉姆圣诞节只晒小七，贝嫂看了都嫉妒了。就在前几日，贝克汉姆一家人还盛装接受洗礼，在合照中一家六口都来了，众人的表情看起来非常和谐愉悦。小七的三个哥哥也都变成了帅气的小伙，都快认不出了，特别是他的三哥克鲁斯。05年出生的他今年14岁，褪去婴儿肥的克鲁斯变得越发精神帅气，如今克鲁斯颜值俊朗，是个十足的小正太，这样一来都成全家最佳颜值了呢。更多有趣有料的综艺节目尽在综艺夜猫，点击关注，精彩乐不停。